是音乐会的总招，李焕智。演出即将开始，在享受音乐的同时，我右手边有咖啡色，贩卖咖啡，然后欢迎大家去购买咖啡并搭配音乐一起享用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一组，然后我们的团名叫做嘎吱窝，因为我们这首曲名叫做嘎吱窝 Pictures， 所以我们取的嘎吱窝的谐音叫做嘎吱窝，那让我们来带我们的第一首表演。
大家好，我们是第二组演出的《关无重奏》，然后我们的名字是哇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演奏的曲子是《Introduction and Revolution》，是由日本作曲家酒井格在高三的时候完成的曲。但当时呢，因为他觉得他身边的同学都没有办法好好演出歌曲，所以等到后来他在2000年的时候，才由大阪音乐大学的学生才进行首演。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硕士毕业生跟四个大学生，究竟我们有没有办法吹好呢？就大家一起看下去，谢谢。
大家好，接下来为大家表演的是 Driving Stretch Attractor。 我很高兴能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吹萨克斯风，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上发光发热，然后因为吹萨克斯风聚集在这里。这首歌就在说这样子的我们，然后希望观众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个音乐，谢谢。
长笛组，然后我们要表演的是《爱的礼赞》。《爱的礼赞》是作曲家艾尔加回复爱妻甜蜜的告白，旅途中灵感一来，把爱的优雅谱成乐曲《爱的礼赞》，洋溢着幸福滋味的旋律，如今常被用于婚礼配乐。作曲家本身的甜蜜，仿佛是对新人最有力的见证与祝福。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们是竖笛四重奏，然后叫做反转竖四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表演是 You Have Got a Friend in Me。 那它原为动画的系列电影《玩具总动员》的主题曲，然后以及重要的剧情配乐。那除了轻快愉悦的爵士曲风外，更因友谊长存的歌词主题及电影的贴切结合而广受大家欢迎。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我们的表演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总而言之，问题的核心究竟是什么？既然屠格涅夫曾经说过，科学的全部目的就是有意识地取得大自然无代价的赋予青春的一切，这句话改变了我们的人生。福星角曾经说过，心灵上的谨慎和谦恭是唯一无二的美德，
这段话对世界的改变有着深远的影响，这是无可避免的。团名叫做啥？对我来说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必须要严肃、认真地看待。以上这段话是由台上五位音乐家咨询苦难产生器所写的介绍文案。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啥？
Thank you.